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。地上种了菜，就不易长草；心中有了善，就不易生恶。钱财是一种会被水漂、会被火烧、会被盗窃的无常不坚固的法。如果把钱用于救护众生，在心相续当中所产生的功德，谁也无法夺去。所以这是最坚实的财富。其实放生都是为你自己积累资粮，在利他的同时，获得最大利益的还是你自己。龙树菩萨在《大智度论》中说：“诸余罪中，杀罪最重；诸功德中，不杀第一。”藏地的根桑曲扎大师也开示说：“应当断除杀生，救护放生。”在一切生于的善法中，放生的功德最大。净土宗九祖偶益大师说：“欲集人心正佛心，转浊劫成净土，树莫妙于放生。”今天你以慈悲心救护他们，今后遇到这些生命的转世时，他们就会来帮助成就你的善缘。你放的生命越多，将来获得的善缘也就越多。当你成佛的时候，他们会成为你的眷属，从你的教法中获得解脱。所以放生也是和一切有情结下生生世世的善缘。Thank you.
莲师说，如果你用慈悲菩提心来锻炼自心，就不会投身在下三道，而且从此刻起就永不会退转。这点即是我的口诀，不管你到哪里，心念菩提心，永不离开菩提心。作为大乘的修行人，我们放生当然不能仅为自己求一个回报，但即使不希求回报，善报也会自动现前，这是因果不空号的规律。我们应当从自己身上做起，把放生的慈悲之心带回家，带到工作中，去感化一个家庭、一个单位、一个地区、一个国家，乃至整个世界。唤起人们珍爱生命的善心，促进社会的稳定，世界的和平。单纯依止上师是不够的，必须要听从教言，依教奉行，这样才会感染上师的功德。往生最好是亲力亲为。有些人认为，我捐点钱放生就可以，不一定要亲自去，这是一种懒惰的借口。实际上，你若亲自去放，和大家一起共送仪轨，亲手把众生放回大自然，功德肯定比你捐钱随喜要大得多。随喜虽说也有功德，但按照俱舍论和毗奈耶经的观点，亲自去做的善根更殊胜。历史上所说的佛陀，是一个生于2500多年前的人，已净除心灵上所有的污秽，并发展出一切潜能。
任何众生只要做到和佛陀一样，也可以被认许为佛陀。所以佛陀有很多，而不止一个。嗔是施佛法之根本，罪恶道之因缘，法乐之冤家，善心之大贼，种种恶口之腹脏。借他力修行的人，若相信阿弥陀佛具有大悲愿力，能够摄取念佛的众生，即能发大菩提心。并且专心念佛，达到念佛三昧，厌离三界恶事，身体力行布施持戒修福，并且全部都回向弥陀净土，发愿求生彼国，最后成佛的愿力及自己的念力互相感应而得以往生。大乘佛法的精神是慈悲，慈能与乐，悲能拔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。菩萨为什么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？为什么要成佛？主要是为了救度众生，出离苦海，得证菩提。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是观世音的一个化身。观世音菩萨即是悲心本身，以一个本尊的身相化现。在任何时候，任何一个人，甚至一头无知的野兽，看见这六个种子字，或听到六字大明咒的咒音，解脱的种子就会在他的心中播下，使他免于堕入下三道。
修行慈无量心时，你一定要谛观，以便面对愤怒和仇恨。当我们希望十方众生欢喜时，慈的意愿也油然而生。这股想要去爱的渴望进入了我们的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在身口意中流露出来。古往今来，那么多译师历经千辛万苦，翻译了如是多的珍贵教典，现在这些经典却无人问津，只是供奉在藏经楼中，整日与灰尘为伍。要知道，这些佛典中有无数的窍诀，足以对治众生的一切痛苦和烦恼。但你不去学习的话，就像干渴的人守着水却不愿意喝一样，这些经典再殊胜，对自己也无济于事。每一个佛教徒都有责任、有义务，把身心投入到弘法利生事业当中，透过高科技传播佛法，也是一种方便法。在现代，利用电视、网络传播佛法的上师或刊布越来越多，因此对学佛法的人创造了很好的便利。我们传发微博也不例外，应当弘扬对社会、对众生有利的内容。关于菩提心，别只说不做，别只祈祷不去做，到外边去做立身的事，别再犹豫，赶快行动。往生就是治病，其实疾病绝症之所以发生，是由以前我们杀生所感召的杀业而来，
既造沙因，必结沙果；既造沙业，必受沙报。解决之道就是放生，偿还沙债，消除了疾病根本的沙因，病苦自然好转。越是修行的人，那些无始来的罪业越是会现行，换成种种境界来折磨你，使你受苦。像身体的疾病或精神上的打击磨难，这些磨难会刺激你，使你体悟到娑婆人生的苦，而自求出离。你必须跳越过这些障碍，越过人生的种种劫难，才能得到清净安乐，成就净业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桃园佛教联社公告，本联社原定于111年10月27日至11月30日止，期间传授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，因受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COVID-19 疫情在国内蔓延，戒会筹备工作受阻，为守护戒子在更安全的环境中受戒及戒会各项筹备工作能更加完善，本次传授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将展延，期间日期是疫情状况例行公告。感谢十方长老大德筹备期间对戒会的护持与协助，期待疫情早日消弭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展延造成诸山长老及诸位护法大德不便，诚感歉意，谨以此函启白十方，无限感恩。桃园佛教联社住持是明矮致敬。中华民国111年7月1日。还记得全世界最美的声音吗？后来，他会自己走进幼儿园，他开始有很多自己的想法，也开始有自己小小的生活圈。别担心，国家一起陪孩子安心长大。全球动保意识日渐觉醒，今年加拿大即举办了史上最大的动保广告看板活动，
以人与动物两相对照的方式，让人直接看见，对人类来说，看似享受的背后，动物们所需承受的痛苦。I'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. Never thought I'd see something like that.In public. It makes me feel really sad. It definitely caught my eye. I am a bacon eater. It's not just necessarily a pretty idea or something that's easy to talk about, but it does need to be brought to life. As much as I'm not a vegetarian or anything, this isn't, a terribly gruesome thing, but it does, evoke that sadness about it. There is a sadness about the way we treat animals. I don't like looking at it. It's not nice to look at. It's hard to imagine what they're going through. It is a graphic picture to see, an animal actually trapped in ready to die. Or on somebody's neck. It's just horrible, Yeah, I'm a dog owner, so I do have a little bit of a feeling against fur, but I also have a fur-rimmed jacket, so. I know they did that back then when they didn't know how to make synthetic fur, except I didn't really know that they still do that today. It's really true when you think about it. It's a glamorous fur coat to one lady and to another animal. It's a death sentence. They die. It is very effective. I think we forget sometimes how sensitive animals are. And, it is a reminder to see them that way. I mean, obviously, I was not a happy monkey. Just because it's being done doesn't mean it's okay. You, right? Hurting little animals for makeup to look beautiful. I think that's terrible and extremely morbid for them to still continuing to test on animals. I don't understand. I just think it's a terrible thing. I don't get how testing on an animal even affects the way it would be on a person, to be honest. The message is important, and I would look up animalcharter.ca just for further context.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，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，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。